醒了熟睡，日落下沉醉，光透过我指尖消退，展开涟漪心如潮水，让时间不再乏味，晚风轻轻吹，想来一杯柠檬气泡水，一口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搭配，加点冰有微醺的风味，哦哦，不要再皱眉，哦，你像气泡水蔓延心动的滋味，发酵随风吹，我为你你说什么？扣个内衣怎么了？我就是扣个内衣嘛，又不是要他原地起跳反手扣篮。让我扣一下内衣，我快点，我困死了。你前几天都是凌晨之后才睡的？哦，难道你今天要和实验？ OPPO Reno 十一系列月光宝石新品上市。披萨吃现烤，就来必胜客。必胜客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石总，田总和几个股东说联系不上你，让你有空的时候给他们回个电话。知道了。石总，您看了财经界的那篇文章了吗？就是郑书意郑记者写的那篇。我很抱歉，因为乐安的问题给云创带来了危机和负担。陈康，云创和乐安是伙伴，应该共同进退，何来负担一说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当务之急是走好乐安的下一步。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我会好好考虑乐安和黑马的合作。嗯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以我的口吻帮你联系一样。贝欧娜，麻烦来一趟我办公室。要合作但不并购，成果还要共享。双方进行一次专项合作，就一起攻坚这个技术，共享成果，有可行性吗？我们抛开怎么划分专利、收益分配这些问题不谈，就单看黑马和乐安的竞争关系，这件事情的后续就会非常复杂了。而且，黑马一心想要并购乐安，他真的会愿意项目合作吗？不确定，但黑马的进展也不顺利，我想试试。实验哥哥要是想试，你就去试吧，反正法律部分还有合作细则就交给我。谢谢。田叔叔那边，这个你放心好了，乐安好了，我爸也是赚钱的呀。反正啊，他不会生我气的。嗯。我这么写，实验现在会不会很麻烦？你回来了。
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捏捏肩？做什么亏心事了？我能做什么呀？就是一天没见你，想你。你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了吗？文笔犀利，一针见血，一如既往的高水准。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过犀利了？董事会给你施压了吗？您写的文章有理有据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他们施压也跟你的文章没有关系。那就是有咯。那有什么事我能为你做的？你在陈述事实，表达观点，这就是新闻的意义和价值。说不定有人看了会有新的想法，云创也因此有新的机遇呢。你如果真想弥补，不如你帮我一个忙。是什么？我没有易阳的联系方式，我想约他见一面。易阳？你要约他谈乐安的事？我可以旁听吗？商业机密。那我先谢谢郑大记者了。石总这是说服陈总了？并没有，我是来说服易总放弃并购的。石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？乐安有成熟的团队和生产线，黑马有 Blues 这种核心技术人才，两家公司各有各的优势和规划，单纯的并购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乐安一心希望打造国产芯片，不断技术升级，所以没有办法接受黑马的并购。黑马在技术方面只会更有追求，不然 Blues 也不会加入黑马。但 Blues 的研发还是没有进展。易总不如考虑一下，两家公司合作研发，一起突破技术难题，共享荣誉和成果。石总，乐安的现状用穷途末路形容都不为过，你哪来的底气跟我谈合作和贡献？说真的，陈康恐怕自己也知道，如果不接受黑马的并购，等待乐安的只有失败。黑马又何尝不是呢？布鲁斯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，但是技术研发并非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。眼下，黑马去哪儿找这么多成熟的技术人才来配合布鲁斯？即使能找到，易总有算过需要花多少时间吗？所以易总不如考虑一下我的建议，先合作实现共赢，也为招揽人才留出时间。技术会一直迭代升级，这次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阶段，下个阶段黑马依然可以和乐安各凭本事，比个高下。我会考虑石总的提议，不过石总今天主动来请我帮忙，舒毅知道吗？确实要感谢我女朋友，不然我哪这么容易约到易总啊。怎么会是秦秀明啊？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医院，小月出车祸了。
啊，怎么会出车祸？人没事吧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没有大问题，不算严重。哦，在哪家医院？江城第一医院。我马上到。喂，小月，你玉友，是我。小月呢？她出车祸了，现在在检查。车祸？在哪家医院啊？小月，她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。只是吓到了，医生已经检查过了，只是皮外伤。不都跟你说没事了吗？你那么着急赶过来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，遇到事情淡定的像吃了绝情丹？对了，你看新闻了吗？就是秦总被拍到。和宋云兰，我看见了。这种事情你也这么淡定？怎么了？我跟你一样，也很难受的。为什么？哎，没想到我跟偶像距离拉得最近的一次，竟然是他跟我男朋友的姐夫做出了这种事情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是秦总和宋月兰呢？不是都说他德艺双馨吗？结果竟然做出了这种事情。啊，他还说他永远歌颂爱情，这不可笑吗？他不觉得自己脸疼吗？姐，没想到第一次和石岩的姐姐见面，居然是在这样难堪的场景，这种被背叛的感觉太难受了。这是幻觉吧？舒逸，叫姐姐。施怀曼就是宋月兰，宋月兰就是施怀曼。姐姐，哎，你长得跟宋月兰真像啊！大家都这么说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。我经历了第二次社会性死亡，而且还是无法挽回的那种。以前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？有啊，我结婚了，忘了告诉歌迷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好笑吗？哎，醒了，怎么样？妈妈，我看见新闻了，对不起。傻瓜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啊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你也别自责了，这些年你隐瞒婚姻的情况，也是希望我们有正常的生活，希望月月不受影响吧。你妈妈在电话里面知道你出车祸了，在录制现场啥也不管了，直接就跑来医院了。妈妈，我没事儿，真的。没事就好。加倍艾特羊奶粉，吸收好，营养更好，全球羊奶领军者。羊奶粉，我只选加倍艾特。加倍艾特邀您继续收看。软心曲奇就选沙布雷，沙布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
姑娘，对不起，当时有人给我打电话。我就是个开车送货的，我真没钱呢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行了行了，幸亏人没事儿，其他的我们也不想计较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司机师傅，您知道开车是不能打电话的吧？今天我没事儿，是我运气好。但如果你今天撞到的是一个身体不好的老人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您需要为这件事情负责。刚才不是说不计较了吗？那是我妈说的，不代表我本人的意志。到现在你还想着怎么逃避责任吗？我告诉你，该赔我的钱一分不能少。小月，嗯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，都跟你小舅子说，让他去买。嗯，谢谢小舅妈。啊，坐吧。坐。也就是说，你是小月的老师？不完全是。小月她只是经常来听我的课。经常。你可以啊，能够让我们家小月自愿听课。我去公司交代一下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姐姐，我今天说那些话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就是实验的姐姐，小月的妈妈。没关系，不知者不罪嘛。不过，实验一直没告诉过你吗？拜拜，姐。拜拜。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这一秒你单身了。舒叶，生气了？我们回家再说。我没有家的。我没有一开始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是准备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哦，是吗？哇，好惊喜啊 ，surprise！ 想什么呢？嗯？我在想废品回收站收不收我不要的男朋友。时候不早了，回家吧。嗯，你说的对，是不早了，该回家了。嗯，走了。不回家，你跟着干嘛？不干嘛，准备睡一下粉红色的床单。我让你去我家过夜了吗？那怎么办啊？真不跟我回家？不回。实验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很要面子的，你害我在偶像面前这么丢人，我跟你没完。没见了。又是呢？怎么又欺负啊？
家丑不可外扬，说出来肯定要被珊珊笑死吧。可是这个坏人什么也不说，我要是不敲门会更没有面子吧。嗯，你们谁呀？珊珊，是他。你不是说你要不先进来，我慢慢跟你说。舒雨啊，这人你也见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我们下次再来拜访，我先带他回去了，好不好吧？下次再来啊。晚上想吃什么？不想吃，没胃口。真的吗？下次等我有空下厨的时候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跟我赔罪吗？可以吗？那要看你厨艺如何。你又不是没吃过，想吃什么？满汉全席。开饭吧。我也不是很饿的，你要是味道不好的话，我也不会将就的。嗯。这次就算了，下次你再敢骗我的话，就算你变成米其林厨师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我其实不算骗你吧，我从来没有说过宋月兰不是我姐这种话呀。那你明知道我那么喜欢她，就不告诉我，那么大一件事情，居然提都不提。我没提过吗？上次陪你吃面，我是不是问过你要不要跟他说话？要不要跟我姐打个招呼啊？那你姐平时没在名誉工作，她做什么？她每天也就唱唱歌、跳跳舞，没什么别的事儿。实验？怎么了？你好烦。不吃了。舒逸，舒逸，睡了吗？客厅沙发大，客房枕头软，你自己选吧。姐姐是真的，但你也淡定点，快把我耳膜震破了。嗯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。对啊，我现在把他锁在门外呢，我今天没消息之前他休想进来。去约会呀？是去环保公益活动，看我的有机风穿搭。我的灵感来自它，自然本木与有机绿的配色，自在随性。外表还原材质原始纹理，去繁为简，喝完可回收哦。让我们和特仑苏一起一路前行，出发！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
关爱25年，紧急避孕选玉婷，玉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让你进来了吗？出去！你，哎，到底怎么才能消气？说我，这还不简单，直接点，别怂啊，石总。关姐，你收手吧，放过我珊姐。哎，小月，怎么说话呢？我知道，我们珊姐人美心善，但关姐，你是什么人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赶紧把手给我松开。珊姐，你可离他远点儿。我什么人啊？我们俩现在是两情相悦，双向奔赴，远离呢是不可能了。我们只会越靠越近。完了完了，好白菜被猪拱了。说什么呢？谁是白菜，谁是猪？不行，我给书记打电话。我要保护我方珊珊姐，不能让她掉进你这海王的陷阱里。我现在才是应该被保护的那个吧？我早就被你的珊珊姐给收了，我被她吃定了。现在是我离不开她。天哪！这还是我认识的关机吗？珊姐，嗯，高手啊。感情里哪分什么高手低手呀，只不过是遇见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，谁也逃不掉吧。苏主啊，都没人敢信我竟然跟苏月兰的女儿做了几个月的同事呢。真的吗？就那个苏月兰。对对对。你女儿怎么在这儿上班啊？不知道。他们怎么连这个都知道了？你以为现在还是全民耳机网时代，网友什么扒不出？现在谁还不知道秦时月就是宋月兰的女儿？我脸上有东西。书记姐，你男朋友是石燕啊，宋月兰的亲弟弟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之前雨玲姐说的嘛，你跟秦时月的小舅舅在一起了，那秦时月的小舅舅不就是石燕吗？对吧？嗯。哎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他去了4A公司。嗯。他做事方法灵活，又有领导才能，说不定在4A公司会有更好的发展。你可真大度啊，现在还想着他能有更好的发展啊。看来石燕挺会照顾人的，你精神不错。嗯，还行吧。休息好了就投入工作。现在没有别的打算吧？没有。放心吧，易姐，我可是超爱我的工作的。之前云创和海归创业的专题好评如潮，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。前两天开会的时候，总编还点名表扬你了。那还不是我们易姐带的好。准备一下吧。准备什么？你要着手准备组建专门的融媒体小组。郑书意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要把握住。放心吧，易姐，我会把融媒体做好，让全世界读者喜欢。
我没有偷懒哦，就是刚刚拿着不太舒服。我来帮你拿着，有什么不会的可以直接问我。嗯。嗯，觉得累了，靠我身上。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管住他的人了。玉游是不错，对小月也不错。这回你应该放心了吧？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我是专业记者，会努力抓住所有的新闻机会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。黑马与乐安的合作在即，毫米波芯片的关键技术已经看到了曙光。我想请你就此做一篇专访。这次突破是革命性的，我打破所有束缚，促成这次合作，是为了不想辜负大家的努力和付出。这次合作值得被记录和报道。易总勇于挑战与创新，确实值得学习和赞赏。但如果没有实验，就不可能有这次合作。恰好是他的智慧和格局，让他主动破局，想出了双赢的合作方式来说服陈康，才有了现在的结果。这篇专题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，财经界也一定不想错过这次机会。但是易总，我一定不是做这篇专题的最佳人选。舒逸，我知道你的才华和能力，我希望这篇专访能由你亲自完成。如你所言，一个好的专题也凝结了不止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。我们杂志社还有很多优秀记者，你可以相信他们。好，我相信你，那就交给你的同事来完成。相信黑马也会用科技改变普通人的生活，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哟，这不是你男朋友吗？你也看见啦，信息太发达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最近每天都有人来问我，烦都烦死了。你入戏还挺深。哇，他真是我男朋友。是哪儿啊？舒逸，喂，逸呀，还没睡觉呀？在干嘛呢？他在洗澡。你是谁啊？你刚刚在说话吗？嗯，接了个电话。哦。接着你的电话。嗯？谁找我？唐主编。你妈妈。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让你再等等，她在去找你继父的路上。大晚上要打电话来干嘛？你还不耐烦了？就是问问你五一回不回家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都说了不用。怎么了？你五一有空吗？没空。也要有空。下次讲话能不能一口气说完啊？嗯，知道了，我看看吧。
最近事儿有点多，不忙就回家，到时候再通知你。嗯。看啥呢？是不是还能有我好看？啊？嗯？嗯？不会太素了吗？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老成？要不我还是回去换一套。哎，我觉得很好看。你觉得好不好看不重要，天知道我在你姐心里是个什么印象，不能再给你爸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我喜欢你，他们肯定也喜欢你，所以你放松一点，别紧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吃个饭而已，你放松一点，别紧张。不是这句。快进去吧。哎，快说上一句。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走吧。爸，姐。这是我女朋友，郑淑逸。叔叔好，姐姐好。你好。我们一直等着石岩带你回来呢。别站着了，坐吧。走。姐，你再跟我说说呗。石岩从小就死要面子，不管你问的什么，他永远都是是吧？他现在也这样，我都叫他恩恩怪。淑逸，吃点水果。嗯。我回来了，八公、妈妈、小舅。哎，小舅妈。你还没看过我们家院子吧？走，我带你逛逛去。哎，我跟小月去看看。嗯，去看看，认认路。姐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谁了，感受如何？哎，我只想好好工作。我说了，我爸和小舅舅又不相信。别人的想法不重要，做自己喜欢的才比较重要。嗯，人总不能一辈子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吧？而且我已经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。我都不敢相信，这话居然是你说出来的。嗯，确实不是我说的。嗯，玉游吗？嗯，色香味俱全。石岩不知道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啊。你回来了，妈。怎么，几个月不见，不认识了？哎，你们怎么一起过来的？机场遇见的。嗯。你做饭了？阿姨，你们先聊。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过来了？提前告诉你，还叫突击检查吗？嗯，还真是老师通病啊。你俩不是没见过吗？怎么一起回来的？是没见过，看过照片呀。你不是发过吗？在机场，我一眼就认出他了，就一起过来了。倒是你，都住到别人家里来了，也不跟你妈说一声。哦，高三那年你跟团去新加坡，不也没跟我说一声吗？你跟我说你去牛棚棚，真能养。平时
你们就吃这些啊？啊，也行，总比叫外卖强。不怎么吃，一般都是我做。啊，辛苦你了。甘之若饴。一共就吃过你做的几顿饭，脸皮怎么这么厚？妈，这就走了。意义啊，妈妈看见实验对你这么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晚上我要赶回清安去，明天早上还有课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妈。这种场合还笑得出来，是人吗？阿姨，我送您。嗯。我回来了。不对啊，清安是个没有机场的小城市，我妈来看我，怎么着也不该落地在江城国际机场。哎，你不是去机场接从法国来的技术专家吗？你们怎么会在机场遇到？阿姨和她的朋友去东南亚旅游回来。要在江城换乘高铁回清安。你俩，实验竟然真的给乐安和黑马牵线合作分享成果，让黑马无缘无故的分一杯羹，简直拿我们的钱当儿戏，还不知道给菲菲灌什么迷魂汤。菲菲也跟着他胡闹，我告诉你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咱们去找老师，让老师来做个决断。对，老师啊，我们也不想讨扰你的清静，但是你看实验做了件什么事情啊？给乐安和黑马牵线，让黑马坐享乐安的技术成果，这是一个投资人该做的事情吗？哼，我反正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我觉得他呀干错行了，你应该让他去搞慈善。老师还没听说吧？关系也没个正形，这头都焦头烂额了，也不跟实验一起处理处理，还在给女孩子送马。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实验还是太年轻，眼光不准，才会导致这样一败涂地的结果。显然是云创的投后管理出了问题，引狼入室，布鲁斯被挖走，乐安才被迫与黑马合作。你再看看这个，云创牵线，乐安与黑马正式宣布合作，乐安背后的投资公司名誉云创遭到了多方质疑。黑马 CEO 易阳表示，自己会选择适当的媒体对外披露详情。而名誉云创总裁石总至今并未做出任何回应。哎，老师啊，我们也不想旧事重提，但是你总得做个决断吧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实验一错再错，云创早晚会毁在他手里的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让孝明先管理云创。乐安背后的投资公司名誉云创遭到多方质疑。石总，多家媒体向您发出邀约，希望您能谈谈对乐安与黑马合作一事的看法。退了吧。能否修正一个美好的记忆？
结局。遇见你，走进你，爱上你，失去你，你独自离去，留我在原地，让泪挣扎落下。难道从此只是过客吗？心就像坠深陷流沙，越走近越无法自拔，越装作潇洒，越是放不下。放得下，别走远。